歡迎收睇石 Sir 手機，石 Sir 係，唉，果然三月底出事，冇出事，冇出事咩？冇出事，三萬點都穿穿啊！冇出軌，冇出軌啊！按照我嘅路徑，哦，嗯，哦，啱曬，啱曬，又唔係啱曬，係，即係嚇，即係唔係出乎我意料咯，我預期之內咁啦，咁咪即係咁，我冇出軌喎，冇。好守規矩啊！係啊，你唔好立亂講喎。等我太太聽到讓我出軌咁樣，淨係攞呢兩個字咁，真係石石中曬啊嘛！唔係中曬哦，嚇中唔曬咩？唔係中曬，梗係中唔曬啦。係咁點咧？而家呢個世界唔好話自己中曬。哦，好，好簡單啦，唔需要講咩，睇個事啦。好咁啊，第一件事咁樣你睇到啦，咁啊落翻去之後咁啊。天花板、地板，我都話跟住呢度咧就拉打橫啦嘛，係即係之前講過啦，咁拉打橫，咁希望拉打橫啦，就唔好拉打落啦，係咪啊？即係咁之但咧個死樣咧又真係似乎真係上落向下緊啦，係咪向下緊？咁向下緊嘅時鐘，即係如果少少地咁，就算落到去即係28,000、29,000，以至27,000，係唔少啦，咁咪收穫啦。係嘛？3000點啊！咁樣就係若然係咁嘅話，咁呢個唔係啊，喺呢度至呢度都有3000點啦，係咪啊？咁又仲有3000點之後，咁時間上面咁啊，大致上三月底啊，咁跟住係咩嘢咁落翻去咁？咁我之前咧有講幾個日子噶嘛，第一就會係一個 Bloody Valentine， 跟住咧 Bloody 到咧就應該要到大概係三月底度，三月底都可能到到，譬如我唔知道啊，三月底啊，四月中啊咩嘢咁。然後再彈一彈，係嘛？咁跟住咧又會上翻落嚟，咁上到落去咩咧？可能上到去落去就係依個七月度。咁點解依個四月度嗰陣時或者中又會彈一彈咧？咁大家你咗 MSCI 啊嘛？你如果你完咗由依個係二月一路沽沽到去四月，你乜鬼貨你都沽曬啦，係咪啊？咁喺嗰度又要組織一次，咁又會有一次一諗下啊，有個 MSCI， 大家又 happy 下。MSCI 之後咁啊，跟住睇睇啊。特朗普啊，因為你要記住喎，而家好多會開嘅喎。哦，係咩？係啊，第一件事咧就已經五月咧，你哋應該要揾到個肥仔欣同埋個老人家開會啦，係咪？係係。咁六月咧又到肥仔欣，哇！又同日本開會啦，係咪？哇！咁你再跟住講完曬之後嘅事，咁你依個中國嘅貿易戰嗰啲又話俾你60日上訴期啊嘛。係係係。係咪啊？咁60日上訴期，咁所以佢整完之後，咁係咪由於個三月底俾咗你之後係60日上訴期，即使係咪去到依個4月、5月、5月底度咧？嗯。五月底到嗰時上訴期，之中有冇依個可以得著，有冇咩嘢咧？繼續仲會唔會有冚咧？咁大佬，你諗諗咁多樣嘢。係咪啊？咁所以嚟到五月到到咩嘢六月，係咪好多會開咧？嗯，跟住之後咧，到到七月嘅時鐘，哇！就揾到原來咧就德佬都可能唔買債券噶咯喎。係喎，係咪啊？咁出佬都唔買債券時，你係咪又要睇睇咧？係。咁喺呢個過程入邊嘅時鐘，唉，萬七樣要睇。咁所以係咪到到七月之後咁嘅情況啊定啲啦？點解定啲咧？哇！之前已經經歷咗大半年，即半年啦，係咪？係。咁大家嘅業績點啊？公司業績，咁公司業績如果冇乜太大即係差嘅話，咁我咪就炒翻上去咯。之前嘅時候嗰個話獨角獸好掂，係突然之間今日就話你啲獨角獸唔係好掂，係咪啊？咁跟住有 Facebook， 冇咗面啦，冇面啦，係咪？冇面冇錢，係嚇。再跟住你嘅 Tesla 又冇埋，哇！科技股一粒碌。我哋呢邊又甩啦。唔係科技股一甩碌嘅話，全球嘅股市哦，呢幾年嚟唔係靠科技股撐住嘅咩？係啊，靠我哋噶啦。我哋都冇咗恆指好耐啦，係得騰指嘅啫。係係咪啊？騰指今日騰翻落嚟。嗯，係。咁你想點啫？係嘛？咁如果你再唔騰多啲落去，淨係打橫行嘅，咁。咪呢度做咯，咁啊睇住大家夾下夾下夾下，咁即係呢個世界十個牛皮九個淡啊嘛，係，咁所以，哦，即係呢個暴力交通到底未必係抵住喎，通常一般嚟講呢個係天花板呢個地板，即係有樣嘢嘅，天花板上面就好似冇乜有依個空中樓閣嘅，係，不過地板底下就一定有地牢嘅，係，有18層地獄啊，係咪啊？係。咁係咪18層？因為只得1層，我真係唔知。嗯，係嘛？係。好啦，國企指數
又係啦。睇個衰樣真係唔係幾好樣。係。上證指數，哇！呢度都穿曬添啦，又著翻嚟呢度。深證指數，哇！喺呢度啦。Dow Jones 咪又係穿落嚟。係。係咪啊？Nikkei暫時仲是打橫，咁美匯指數嗱醒目啦，今日美匯指數喺90，咁不過我話你咁叻啊，升上92啊，92一品，嗱好耐冇見過咯，好耐冇見過，我諗你見唔到咧，係美元對日元啊，上翻嚟，咦估你唔到啊，估你唔到喎，係咪啊？好似估你唔到喎，點解估你唔到啊？梗係啦，嚟到呢度嘅時鐘騰完雞之後。啲人又覺得又 OK 啦，咁又再走去，因為美國最近要拍賣債券嘛，啲yen梗係要出去啦，係，係咪啊？嗯，好簡單啫 ，simple。係，咁即係要再跟住落去點啊？咁你大家睇到所有啲嘢係咪打橫行嘅？嗯，但求唔升唔跌打橫行執到啦。係，係，最要磨磨咗佢。係，以時間消磨跌幅。係。對很多朋友來說都已經是一個很好的消息了 Easter 是的 and 2018年的上半年是的長假前最好就不要搞那麼多東西了長假前想我在哪裡吃東西好過是的 Sir 近來一次這樣波動除了科技股之外都是這個貿易戰是的貿易戰是不是真的你之前都說某 X 不是戰未必是戰現在看是不是呢貿易戰呢是一定貿易戰的一定添、啊嗯、但呢這個貿易戰的發展是有一個階段的是那個階段就是第一就是有一個我中間要加多一個叫貿易客、哦、客人的客是的、嗯、首先貿易客先、啊、貿易戰一定是個主體、嗯、是我等下講講，然之後首先咧，定緊貿易客，貿易客完之後咧，就有貿易傾，哦，鬥客完之後就傾啦，係啦，咁跟住之後咧，傾完之後咧，喺呢個傾嘅過程咧，大家要做戲嘅，哦，各自都認為我係即係手瓜最硬嘅，係，我打瓜咗對，即係使到對手咧就跪低，係，咁呢個大家一定都做做戲，呢個戲咧可以係即係 drama 嘅戲。亦都可以係口氣嘅戲、，bullshit 嘅啫，大家係咁之，但係最後一定係貿易戰 ，and that is a war。哦，走唔甩嘅，冇嘅 ，it is a war。係，係一定會出現嘅，唔到你唔出現嘅。哦，咁首先我哋講講呢樣嘢先啦，好唔好啊？咁啊。美國首先講話進口鋁啊乜剩啊咁樣，將呢樣咁大佬。鋁要同佢講啲進口喺中國對出口嘅嘢佔咗美國3%到啫嘛，不呢個只係攞拉光啦。係，跟住咧同對中國進口嘅航空產品、信息同通訊技術、高鐵裝備對象，商品大概係收呢個徵關税，徵税對象咧，我年額可高達600億嘅商品價值，可年額600億美元。喂，我諗諗睇有一樣嘢，係，我哋唔係講美國有科技好大嘅咩？是啊，很高的咩？為什麼現在原來中國會輸出這個高科技給美國的咩？不明白喎。華為的手機在這個美國有賣咩？賺啲啊！中國的C919賣到美國了咩？高鐵在美國陷緊了咩？冇啊嘛，冇。而家呢度而家暫時有嘅，只得600億咯。係。即係如果你到真正你俾中國呢啲高鐵，到時嘅C919或者其他樣嘢華為入去嘅話，喂，止唔止600億啊？6000億都可能有啦，係咪啊？係。所以其實呢度咧，先打你嘅600億，其實打緊就係呢一樣嘢，呢批嘢，呢批嘢。就是航空產品、信息、通訊技術、高鐵，而呢批係未出現嘅貿易，高鐵已經係啦。哦。另外限制中國企業對美國嘅投資同評級，
係嘛？跟住咧，跟住向呢個世貿投出呢個申訴。咁啊，中國咧點咧？就第一就對你呢啲咧就咁啊，128嘅產品就30億美元。第一部分就對華嘅咧9.97，就包括咗水果乜乜一樣嘢。咁有花旗參，唉，犀利啊！有無縫鋼管。又加徵15%關税，咁跟住第二部分啊，對物業對華咧入2億嘅豬肉啊、咩製品啊、農業副產品咧加25%關税。嗱，第一睇睇，呢個係30億，呢個600億。嗯。咁呢度咧，我當你30億，唔好係15同25啦，全部都25啦。30億加埋之後咧，向美國佬俾嘅徵嘅税咧就係幾多咧？我當你全部25啦，即係1/4啦。咁你呢度都係8億多美元啫嘛，税項係咪？咁呢度好似係600億，我當你全部都25% 啦。咁即係你講緊大約呢個120億美元啫嘛。嗯，中國有13億人，每人咪俾10雞屎你咯。哦，收工玩完。哦，即係好細間嘢嚟啊。係咪啊？係。所以呢個咧，首先咧就一齊出個貿易戰嘅啫，即係呢個叫貿易客啦。嚇完咗之後咧，咁再跟住會點樣做咧？哇！之前有幾多嘢做出啦？啊，1991年嗰時已經有呢個針對啊，成衣啊、運動鞋啊、玩具啊、電子產品啊，公布準備保護清單啦，好嘛？好啦，我想睇出一樣嘢。而家美國佬嗰啲鞋，嗯，係美國佬做嘅，因為仲係中國佬做嘅。應該唔係美國好耐咯。是嗎？是。玩具，美國佬有什麼玩具啊？除了 LEGO 之外。沒有。LEGO 都可能一分鐘不知道哪裡做的。嗯。好啊。那然後再跟著之後呢，還有一樣什麼呢？就對中國出口徵收20%的產品徵收高稅。唉，那已經說了。調查中國綠色能源產業，即完成又提交世貿。世貿。那綠色能源產業為什麼你提出來呢？綠色不好嗎？哦。是。是嗎？咁而家跟住咧，就2017年嘅時咧，就喺2018年3月簽署301條就叫過徵收咁嘅高關税。咁啊，中國一提出係反報復清單，2017年嗱，所以睇到根本美國歷年對華嘅調查係由1991年開始，唔係你特朗普開始。係，即使呢一個嘅係戰爭，所謂貿易戰。是自從中國有出口之後就會有的。是。1980年哪裡會有這件事呢？因為當時1980年中國是要向外國入口大量的產品。嗯。大量的產品，大量的產品之後呢就開始做些鞋去。朱鎔基說過要用成億對鞋才換到你一架波音飛機嘛。嗯。是不是？是。所以當時是何來有戰呢？是吗？是。好了，咁啊喺呢度，當地時間周日，即係呢啱禮拜日啦，正與中方進行有成效嘅對話，對於達成協議咧，謹慎樂觀。以後所有嘢都用緊謹慎樂觀就冇死噶啦。哦，起碼好聽啊。唔係。係。即係其實就係冇成果。哦。仲係傾緊。係。如果有嘢重大的，如果唔係嘅，已經叫做達成重大成果協議啦。係咪？所以呢啲樣嘢，所以你淨係睇到謹慎樂觀嘅話，即係啊唔掂咯，起碼到嗰刻。嗯，係。係咪啊？咁有效嘅對話，唔通話俾你知講嘢無效咩？是無效就不出嚟講啦。咪係咯，無效唔出嚟講咯，係咪啊？無效嘅將會出現咩嘢？就梗係就係大家。啊！依、這個互相即係送出召會，哦，即係你説你的，我説我的，嗯，係，係嘛？你太太琴晚有冇俾你送出召會啊？冇，好，係嘛？大家都好，係啊，嗯，通常咧，佢話俾你知咧，嗱，話咗俾你知係咁噶啦，係，你自己諗掂佢，咁樣噶嘛，係，係咪啊？呢啲好啦。咁啊，中美咧就美啊提咗三件事。第一，降低中國對美國汽車所徵收嘅關税。嚇、啊，美國唔係好似有啲廠都喺中國製造汽車嘅咩？嗯。增加中國對美國半導體嘅購買，
中國好中意買㗎。係。嗯，整啲即係嚇導彈嘅，嗰啲半導體嚟啊。嗯，係嘛？擴大美國企業對中國金融業嘅准入，即係到時咧，你嚟，等我教你即係炒下啲 accumulator 啊。哦嚇、啊，炒下啲依個啲乜東乜東啊，咁、到時一鋪卷咗你啊，咁樣嗱呢啲咁樣嘢咪咁做咯，係係咪啊？唔通你美國擴大依個即係金融業喺呢度搞喺呢度搞户口存款咩？係嘛？係。如果你搞户口存款嘅話，我想問你，你喺上海搞啊，依係走去天山上路搞啊？哦，係。好啦，特朗普喺呢個美東時間26號咧，就係正與多個國家進行貿易對話，呢啲國家多年對美國未予公平嘅對待，最終結果將會皆大歡喜。你話？你好消息啊！呢個你話？哦，特朗普話皆大歡喜，係就應該只係話美國歡喜，我歡喜，係係咪啊？好啦，彭博引述消息人士講，美國政府正考慮動用國家緊急情況法律，打擊中國對美國敏感技術行業的投資。分析認為，限制投資矛頭將對準 5G 的無線通訊領域，敲向中美貿易戰的第二輪的戰鼓。哦，之前都仲話好地地有得傾㗎。繼續，內地的《環球時報》就喺中國按照對等完成對等報復原則，對美國產品採取徵稅咁一樣嘢，不久就會公布啦，未公布啊。嗯。使用大量主要對華的商品，沉重打擊華盛頓對華揮舞貿易戰大棒的囂張氣焰，讓美方為其對華採取極端貿易政策付出代價。再跟住講啦，前中國財長就話：中國目前的措施比較軟弱，回擊美國可先打大豆，再打汽車同埋波音。即是而家訂下豆袋。哦，未訂飛彈係咪啊？清華大學中國嘅世界研究中心主任李彦葵咧就話：中國打得起貿易戰，怕你啊！嗯，咁喺低層次上面鬥咧就唔係選擇，而要站喺未來世界領導力量呢個主要同人去鬥嘅。阿李生，你唔明白阿習生嘅用意啊？哦，係。好啦，前貿易戰組織咧就一副總就係朱文。啊！就話中美貿易戰打開，兩國商品成本價格流動會生變，要為全球產業鏈帶來4000多億美元損失。靠嚇啊！嚇唔嚇都好，等你睇睇啦。嗯。美國財長普森就係中美合作先嚟推動全球經濟增長。Poison， 你記錯咗啦。特朗普只傷 American First 啫。嗯。前美國財長 Samus 話：真正嘅貿易戰咧唔會打得響嘅，最大嘅後果係心理戰威嚇。咁我咪正話講咗，要加多叫貿易客咯，係可以個貿易器咯，係咪？咁啊，曾經對個供求關係同埋 GDP 影響好少。啊，蘋果公司呢個最強大嘅公司同埋經濟體都係開放嘅，中美可以將個蛋糕做大啲，而非一塊蛋糕去爭，即係。地球就是一塊蛋糕嘛，嗯，地球以外的蛋糕做大了做到月球嗎？是，是吧？月球背面可能有人啊，嗯，他們可能都需要物品的，是，不過可能不是需要地球的物品，嗯，你揭開的地皮呢，底下面有18層的地獄，是，那些人都很需要物品的，需要，需要，需要。每年嘅係7月14日先放佢出嚟啊，餓鬼出嚟，淨係供應俾糧食佢都唔掂啦。嗯，你得唔得啊？唔得啊嘛，阿曲。目前中美貿易戰嘅清單咧，係冇涉及雙方嘅核心利益。嗱，呢個就係問題所在啊。哦，李道葵先生，洛克文呢個澳洲佬呢個中國通睇到嘅問題啊，係。而家大家打嘅都打緊擦邊球，唔係雙方核心嘅利益，雙方尋求更好嘅解決，但特朗普係不可控嘅變量。咁咪講完咯。哦。
老都癲㗎嘛。好啦，中美貿易戰因為經濟未大不明朗，為美國經濟前景影響都態度樂觀，聯儲今明兩年應該繼續加息。咁中美多開始談判，市場資金咧就博弈廣場呢個會議，猜測中國會好似當年日本咁被迫簽署廣場協議，本幣被迫升值，睬你都傻。哦，呢輪係升咗喎。升咗，喂，當時日 yen 係由225升到78啦。係，會唔會升咁多啊？真係啊，係。美匯指數走弱，好啊。你美匯指數咪走弱咯，即係講住美匯指數走弱都去過106啊嘛，去到125啊嘛，好耐咯，係咪？當時打完咗日本仔之後，一個廣場協議咪協議嗰啲嚇，都會咁樣。而家你想美匯指數翻翻上105啊，我諗都有困難啊嘛。咁啊，中美貿易談判前咧，人民幣對面息度升完全上升，咁梗係會升啦。點解會升啊？一唔升嘅話，一帶一路點樣揸你人仔啊？又話依個基本經濟面好，因為內地經濟面又好，支持人民幣對面嚇、人哋外國佬唔係話你有好多依個係內部嘅債務危機嘅咩？哦，呢、這個講咗好多年都咁人仔嘅走勢升，哇，十分之好！一好像我叫我老婆轉世揸做人仔，叻、啊，英明啊！大佬唔係咁噶，我要賠噶嘛。哦，好啦，係講講貿易戰呢個問題。貿易戰點解一定要打？係打緊一個係春秋戰國啊。哦，秦國同埋齊國。係或者係依個係楚漢之爭。或者是刘邦和韩愈之争，两个 number one、假设两个 number one 都是认为要做一统之后天下的盟主，我想问华山论剑、武林大会、少林武当，其他都不要说了，兩大門派，梗要有一個出嚟揸支令旗噶嘛？係啊，文武第一，武武第二啊。咩？咁我哋知道嘅，從粵語殘片度睇到，就出咗個如來神掌嘅呂大華啊嘛，攞咗武林聖火令。係。咁佢有個如來神掌啊。冇人可以。係啊係啊。掂啊！天殘腳都唔掂啊！其實如來神掌係咩咧？哦，飛彈啊嘛，哦 ，V 運運 ，V 運運，飛彈嚟噶係咪啊？係 ，V 運運 ，V 運運，嗯，係咪啊？係飛彈嚟噶嘛？係，其實都係一樣嘢咯。哦，講緊係以武而並非以德。哦，係，因為無論產品嘅湧出嚟，銀紙嘅湧出嚟，其實都係飛彈嘅一種啫嘛。係，係咪？好啦，唯有一個懵佬，嗰叫孟子。梁惠王問佢：守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意來利吳國府。係。咁個懵佬就話：你唔好講賺咁多啦。我哋講仁義啦。係啊係啊。所以我而家啲貨物攞嚟俾你嘅話，係唔收錢嘅。係好。救濟。嗯。開倉。係。我蝕本，我講仁義。梁惠王，我叫你，你躝開啦。係，係嘛？所以話孟子係失業嘅喺嗰度。係。啊，喺呢個情況之下，我又想請問大家，你要 American first， 英國佬都話 UK first。係。咁中國佬佢要求咩咧 ？Are we going to be the second？一桶咯，好簡單啫嘛！我只係想生存啫。哦，咁低。希特拉都冇講話佢係 first， 不過佢只係話德國人需要生存空間，
所以生存空間咧就咁大啦。好大下嘅，係咪啊？係好簡單，咁啊打你過嚟咯。嗯。所以喺呢一樣嘢之中，如果當以前只得美國你一個只係去做嘅話，係冇問題嘅，冇人夠膽逆你。嗯。即係而家中國上咗嚟啊嘛。係。中國上嚟之中又點樣產生一樣嘢？以前你美國喺中國生產咗啲嘢，跟住賣翻俾中國，賺咗個錢，得唔得咧？講都唔通啦。咁如果我中國做翻啲嘢賣翻俾你，你中意你咪買咯，唔中意你咪唔好買咯。係。你到時你美國人全部唔好買啊！你平啊嘛，係咪啊？嗯。咁慘到佢哋唔好買啊！同樣，我由於好憎日本軍國主義，嗯，我自己個人一定唔去日本旅行，係。所以朋友翻嚟，你都唔好買啲咩日本福餅俾我。哦，唔食。我唔吃日嘅。係。係咪啊？嗯。第二樣嘢，日本嘅煲、日本嘅車，我啲人都唔揸好耐，我揸 Volvo。嗯，係。其實我都係有啲都差嘅。Volvo 入面有啲 pass 可能都是日本做的，冇辦法啦，腳眼不過就算鬼數啫。嗯，所以余生唔使怨我。哦，好，係嘛？係啊，即係我講日本嗰啲啊。哦，咁你諗諗，你要知道呢個情況。係。咁我點搞咧？咁係咪叫係咪我咁做？係咪可以揾到其他人去一樣做咧？唔係咯。嗯，係。啊。我啲屋企人有啲都係成日都係去日本旅行咁，咁我又唔會阻止佢噶。每人有個人嘅選擇自由啊嘛。係。係嘛？所以好簡單嘅啫嘛。你美國佬得嘅，你咪組織佢唔好去咯。嗯。唔好買中國嘢啊。係。不過我又揾到一樣嘢，如果唔買中國嚟嘅鞋，唔買中國嚟嘅底褲，又冇鞋著。佢又冇鞋著。係。又冇底褲著。嗯。仲有一樣嘢。不買在中國幫美國佬車的國旗，美國佬連表揚啊自己愛國情懷啊，嗯，都冇，因為嗰支美國旗是中國，係應該如果係仲喺嗰度啊，係中國嘅第五國旗廠幫佢車。係九一一嗰陣時，中國係整咗幾啲生產線就幫佢做。咁大家就美國佬車唔到旗咩？係啊，係車到旗啊。嗰啲咁打仗嗰啲啊，哦，一真正扯上去掛喺軍營上面嘅旗幾大支啊？嗯，係，好鬼大支噶嘛，係咪啊？成間房咁大噶嘛，咁你嘅車床要幾大咧？仲有嗰啲布匹，你布料，你以為普通布料啊？上啊普通布料一上去兩下就爛曬啦，係，嚇，帆布咁鬼重啊嘛，嗯，咁點搞啊？係咪啊？咁你話？我自己車翻啦，係啊，親自車翻唔掂啊嘛，你冇經濟效益啊嘛，係啊，嗰間國旗廠又車中國國旗，又車美國國旗，又車英國國旗，又車埃塞俄比亞國旗，世界好多國家嘅國旗都喺嗰度車。嗯，係，車曬萬國旗，咁先維小班工人開工嘛。嗯，係，得閒嘅話自己車幾支，好似喺香港咁樣，你揾間依個即係。香港區旗廠自己車區旗啊，多餘啊，係高成本啊，啊，係，真係揾小朋友畫下都唔就畫就得，嗯，咁喺呢樣嘢你咪出現咗個問題咯，你有個 economic scale 你唔得就唔得啦嘛，係，咁再跟住而家美國佬怕嘅係怕咩咧？而家嗰場仗打唔係打緊喺我哋目前睇緊嘅仗，誒唔係咩？大家再睇翻呢樣嘢，對中國進口嘅航空產品、信息通訊、高鐵裝備，呢啲係咩嘢？係中國講緊嘅航空大飛機、5G 通訊等等樣嘢。呢中國人講緊2025嘅嘢嚟噶嘛？嗯，2025我而家係發展啫，我未生產啊。咁。都沒人有出口給你，為什麼要窒住呢？嗱，今日哦，那個即係代替咗科恩啊啊啊，代替咗 Coin 嗰個人咧，
就可以講，佢話中國公布咗2025呢個計劃，嗯，就即是話佢會生產曬呢啲嘢，全球唔使生產啦。哦，係。所以因此，我要話俾佢知，你唔好生產。係啊，冇講錯喎。咁突然之間，我就產生問題。嗯。你結婚派貼嗰陣時候，係係結完婚先派貼啊，一派貼先結婚。派貼先結。咁所以你一派貼嘅時鐘，就有人話俾你知。誒，冇。你而家要結婚，嗯，係唔得哦，因為咧你結咗婚之後咧，我冇得結婚。喂，即是話我同你爭緊，嗯，同一位女士啦，係咪？係。喂，嗰、那個女士係咩咧？你又好醒目，嗯，我又好醒目，你係揾指腹為婚，你係定遠期期貨合約嘅。哦，喂，犀利啊呢個，係嘛？嗯。嗰、那個女士都未出世，你話講緊，假設你係未結婚嘅話，你係講緊一樣嘢，嗯，嚇、啊、你又假設我人類壽命可以好長，你可以好長咁、嗯，你講緊就話將會喺2019年出世嗰個我同佢結婚，係，咁我話俾你知，2019年出世嗰個你唔可以同佢結婚，因為我會同佢結婚，係，你唔准你做啊，咁係咪我自己去做咧？2025嘅嘢，你做得到咩？你做唔到嘛？嗯，而家美國就係出現起呢樣嘢。哦，美國有兩個範疇將會喺未來環境輸俾中國。嗯，係。依個唔係中國佬自己講，係世界有啲嘅係評論係咁講。一個係 AI、哦、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係一個係 biotech。嗯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今日有一則消息哦出咗嚟。美國有個中國有個 SkyNet，、哎、天王哇天眼恢恢疏而不漏，佢一秒鐘之內，嗯，一秒鐘之內係可以平日對比30億個嘅係人嘅面孔，三十億，佢用緊嘅字叫 3 billion， 哇，佢咪30億啊？嗯，係，即係呢個字咧，因為好多時要搞清楚嘅。因為特朗普成日都起個 billion 嗰陣時，一個零嗰陣有個零同埋一個兩個零咧，差緊嘅，差成10秒嘅，差緊好多樣嘢嘅。我而家講緊個英文字係叫 billion， 嗯，3 billion， 係一秒鐘之內可以抄3 billion， 即係30億啦。係個面譜同你面譜對比，嗯，哇，中國都係3億人，即係13億人啫嘛，嗯，即係話咧。仲有空間啊？唔係仲有空間，因為你個人，嗯，可能有外國嚟噶嘛。哦，係，係咪啊？係係，你外國嚟噶嘛？全地球係70億人啊嘛。嗯，用到用我啲人齊曬，用多分鐘咪齊曬咯。我啲人齊曬，係，即係我未曾有曬全地球嘅人面樣。嗯。當然啦，呢、這個人面樣嘅時鐘可能用咁，嗯，左邊三分面，右邊三分面，正面，即係咁樣對。因為你影人哋個樣嘅時鐘，可能未必一定係咁，即係一定係咁俾你影噶嘛，可能佢咁樣俾你影噶嘛，嗯，係咪啊？係，中國係可以咁樣做。今日出消息，嗯，哇！呢、這個 AI 幾勁喎，係啊，係咪啊？做壞事啦。第二樣嘢，中國而家有好多樣嘢。在藥物方面是不錯的，是開始是即是上來，因為為什麼中國有東西給錢的人去做 DNA 的研究，當然外面的東西都研究得很多，中國其實也都研究不弱，是那講完了、哦、所以即是你美國就是輸了這件事嗎？將來嗯，將來第時輸了這件事的話，你找到嚇、啊，原來 FBI 和 CIA 係都係用緊嗰啲喎，唔係用緊嗰啲弱雞過哦，中國嘅係依個嚇、啊、情報部門係啊等樣嘢，咁你咪好容易好唔掂咯。不過問題就係咁啊，中國一定唔會買呢套嘅識別人面面樣俾你嘅，哦，係咪啊？係，
呢間留翻俾自己用啦。係。咁俾你其他樣嘢啲咩咧？你就出現咗樣嘢，電話。假設華為，你真係俾佢入咗去中，入咗美國嘅話，分分鐘佢係攞咗你蘋果噶嘛？係。咁當然，我哋亦都揾得到華為需唔需要做到咁大咧？呢個係有商榷。嗯。係咪啊？你做到咁大嘅話，咁阿塞俄比亞自己唔使做手機咩？嗯，做第二樣咯。咁做咩咧？係。係咪啊？咁你俾阿塞俄比亞，你就俾香港品牌，香港品牌做翻個香港品牌手機啊。嗯。咁之後你又得翻幾多人咧？俾你全部愛港啊，愛用產國產貨啊，港產貨都係700,000台啫嘛。係。700,000台，我哋有咩個科研費用咩樣嘢好貴咧？嗯。係。有冇人用啊？冇嘛。如果係咁講嘅啫，不如養港豬啊。哦。喺香港養豬自己食啊。嗯。是不是貴啊，不用要的嘛，不用不要用別人的東西嘛。那我們講的國際貿易其實就互通有無的。嗯。即互通有無一定中間有一樣東西是會真的會踩過界恰到人。是。就情形就好像1900年代的時候之中中國佬那些火柴白羊布廠就被番貴佬的布和被外面的洋燭取代了我們的蠟燭啦。是火柴的歌仔有唱啦，賣火柴的女孩，周璇唱的、哦、聽回舊歌啦。是你看到中國當時怎樣應用呢？嗯，沒得好搞的這件事。那以前的時候中國在清朝的時候更加運這個是瓷器、絲綢、茶葉贏了你一些錢。是那你運回什麼？運回鴉片給我們咯。嗯，這個是所謂的貿易戰，不是我們今時看到的東西，不嬲很久已經有，其實是國際之間的 balance。 嗯，那你說中國可不可以不運茶葉去給這個是犯鬼佬啊，不運瓷去給犯鬼佬？大佬是那犯鬼佬過來拿貨而已。嗯，是對賺錢啦，是不是？那在這點裡面來說沒法子的。問題當然我們需要做的，就是怎樣在國際貿易裡面搞一個平衡。嗯，這個反正是重要。是現在談到想談平衡回來的。不是，那個平衡真的你怎樣可以幫到那個地方發展到他們的東西。哦，你美國那時候賺完了錢，你拿了去之後你拿回來嗎？你不是嘛。不是的。 Apple 賺了錢又拿回來發展中國任何樣嘢咩？咪最近俾咗2500,000美金嘅扶貧咯。嗯。嚇，2500,000。哦，有心有心。好似我哋汶川地震嗰啲一間廠中嘅廠，嗯，都以億元計喎。係。捐獻，無論係俾人打心口都好啊。嗯，係。係咁噶嘛。嗯。所以喺呢個過程入邊，我係覺得冇法嘅貿易戰。是絕不可免。嗯，是由現在開始打到2025。嗯，是都會出現，因為當中國的高鐵真的 readily 可以飛入去，嗯，再走一陣啦。美國的話，你睇打唔打？嗯，唔俾你入咯。唔係俾唔俾你入啊？你可能唔要高鐵啦。哦。你一定話我而家要咧，我只要日本嗰個係自行火車，咁佢又差少少嘛。哦，慢啲啲咧，慢啲啲嘛。咁你接受到咪算咯。係，因為呢個世界冇乜好講噶，即係好似我咁嘅樣，我唔中意日本仔嘢，我唔買其他嘢咯。嗯，係。係啊，可能係差少少嘅，爭少少就爭少少，做乜啫？唔俾啊？俾。嗱，唔好講到2025咁遠啦。咁嚟緊而家呢個又會點搞咧？呢個收科咧？點收科？唔會點收科嘅。係，咪繼續睇下幾時，即係大家叫傾完佢，嗯，長將就暫時就落幕。哦，傾得成嘅，傾成一定傾成㗎。係，一定會落幕嘅。嗯，啊，不過大家就仲係要講住。哦，會唔會？我只係講呢個只係半場休息。哦，好似籃球咁，有4個分場嘅可以。嗯，究竟4個定8個唔知道啊？呢個咪先呢樣嘢。係，
啊，因為中間又有貿易客、貿易傾、貿易氣，嗯，即係底下嗰個 undertone 一定係貿易戰。係，而家去到傾嘅階段啦，會唔會又再加碼㗎？係，有咩加唔加碼？有咩嚟？你咪又靠下，我有靠傾，靠做起。哦，係咪啊？咁你又會唔會出現呢個咩嘢咧？因為現在未係嗰個主戰場，主戰場係2025啊嘛。係，而家610我淨係計咗啦。大佬，中國佬每人俾十雞絲你，嗯，搞掂。其實我計咗九個幾咋，咁跟住美國佬，30億俾你，因為俾曬之後，咁有幾多啫？嗯，有限啫嘛，30億入邊25% 啫嘛。哦，係，係咪啊？咁你好有限啫。嗯，咁你真係全部唔知6億幾啲咩嘢啫嘛。係，咁有咩問題啫？冇乜問題啊，咁樣，所以影響好細㗎，目前。係，即係嚟緊都係嚇下傾下嚇下傾下咁樣。係啦。咁只能真真正正喺呢場仗喺度持續會落去嘅。係。咁中國又點做咧？中國好簡單，你俾唔俾我冇所謂㗎，我咪繼續做咯。嗯。我一定要繼續係依個繼續發展嘅，唔通你話俾我知2025你唔好做啊咁樣，我會唔做啦。我梗係更加做啦，做到咩嘢啊？2024搞掂啊！唔係2024搞掂，而係2025嘅，即係加碼做好佢。哦。唔需要2024做嘅，一定2025做好佢。嗯，係。做到點樣啊？譬如好簡單，當時中國buy嗰啲嘢咧，搞到就可以，哇！一查落去就生頭髮嘅。哦，哇！發達啦啲。哇！你揾到可以噶，石甩毛變咗係石有毛。嗯。咁好簡單，你美國佬唔買咪唔買咯。係。隔離墨西哥佬買。嗯，係。咪少你3億市場，咪少你3億市場咯。嗯，你冇頭髮啫嘛，我。乜你冇頭髮啫嘛？你肯咪得咯。係。咁我車啲底褲俾你，始終啲底褲咧可以到時點咧？你唔使洗嘅。哦，譬如咁樣啊，啊撳個掣啫，佢就自動會清潔咗噶啦。嗯，有陣時咧夏天嘅時咧，踢完波條底褲咧好濕好汗嘅，一撳個掣嘅話，個底褲即刻同你乾爽曬。係，譬如啊咁樣啊嚇。嗯，嗱你唔好以為冇喎嚇。哦，而家有啲衫咧，係因為撳個掣之後咧，係改變咗個顏色嘅。嗯，咁亦都有啲撳咗之後咧，可以係有啲嘢咧出咗嚟之後咧，俾你咧透汗與防水嘅。係。不過件嘢貴啲啲啫嘛，嗯，係，係嘛？咁如果係嘅話，仲有一樣嘢，有件叫隱形衣噶嘛。哦。雖然你話嗰件隱形衣嗰件就呃人啫，嗯，即係唔係噶嘛？我哋真係有啲叫隱形技術噶嘛。係。嚇、啊！隱形技術噶嘛係有噶嘛。係。文明港大嘅校長啦。係。係咪啊？咁係有噶嘛？咁有嘅情況之中，咁好簡單。嗯。呢樣嘢。咁係咁嘅情況之中冇嘅問題㗎，係咪？你中意坐翻啲老爺車，咪坐老爺車咯，係冇問題㗎。嗯，係你坐啫，唔係我坐。嗯，係。嚇、啊，咁即係到時，如果到時要嚟呢個係追女仔嘅話，咁你又揾到嚇、啊、人哋結完婚生完仔，你嘅車都未到啊？哦，咁就嗯都係你自己冇乜所謂㗎，你自己揀啫嘛。係。仲有其他人未結婚㗎。嗯，係。總之就嚇，唔、啊、使擔心住。系啊，所以咧系会有一个问题出现，不过咧睇睇啦。嗯，但个问题个市俾咁样下咁啊。系啊，个市咧唔系关于贸易战问题，唔关事啊。市系关于个息口问题。哦，都仲系息口。仲系息口，一定系息口。嗯，即系贸易战，你睇到我仲系计边条数有限，嗯、再跟住讲讲都系靠客、靠倾、靠做戏，仲要搞2025。我唔需要为2025而家唔买股票系咪啊？我唔使，2023走咗就走一次，系咪啊？嗯，系。2024十二月走都得啦。系，哦，咁你總之都市都冇乜問題嘅，對於佢嚟講。係，都係息口問題。係。第二樣嘢係，所以好多呢咁嘅新進嘅科技股 ，Are you reload 啲點？嗯，你未必得㗎。係。係啊。好，明白曬，唔該曬，石 Sir。好啊。嗱，想重温翻石 Sir 手記浪咧，歡迎訂閱 hket.com 嘅頁面區。今集嘅時候差唔多啦，我哋下星期同一時間再見啦。好。